强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金刚石。在正常情况下，这牙齿绝对能满足一生的需求。但是瞧瞧这知识，但是这有机酸在这个有机酸在牙齿上一附着，就把牙釉质全给毁了。复活节岛特逗，您知道那个复活节岛今天属于智利西边，对，好几千公里，就那大石头像的，大石头像就这地儿，这地儿是全世界蛀牙率最高的地方。曾经啊，就原来波利尼西亚人在那岛上，那是蛀牙率最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它那岛上，因为它是一岛嘛，那个淡水资源就有限。嗯，那没渴的话又没法喝海水，淡水又少，那怎么办呢？吃木薯。这岛上一是吃那个木薯，二是喝那个甘蔗汁儿、啊，就是那个树甜树汁儿。这里边虽然解渴啊，但里边这里边碳水化合物含量特别高。那岛上波利尼西亚人14岁的时候就开始烂牙，20岁的时候几乎就没有正常牙的人，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太高。哎，真是他说这个，我还就是说马爷，您这个也有点岁数了哈。我怎么最近在我的朋友圈哈、啊，好像得到一种新理论，就是有些人还拿国外的人写的书，基本上就是说啊，这个粮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个面。尤其是特别是面食，甚至有人就是有一个医学家写过一本书，他认为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摄用的好多这个淀粉，认为这是糖尿病的原因，甚至是现在发展到认为很多的这个中风，这个脑中风，还有老年痴呆，老年痴呆跟这个都有关系。所以现在就是我周围很多哥们儿都改了，不吃主食，就是吃肉啊，吃肉好吗？吃肉多了好吗？两种书都有，两种理论都有。对，说吃肉多不好。这我体验过，我跟您说一下我亲身经历吧。您刚才说那个，就曾经现在有一种减肥方式叫生酮减肥法，就是碳水化合物基本上不吃，就吃脂肪、蛋白质，然后纤维素，喝大量的水。然后我以我的亲身体验啊，碳水化合物确实是以非常高的速度会转化成脂肪，但是当我摒弃这些东西以后，我能。就恨不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往下降，这个体脂率也往下降，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两点不好。第一点就是嘴里出怪味儿，嘴里有股铁锈味儿、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了。我就是在不吃碳水化合物的一段时间里啊，我经常就不由自主进入发呆状态，就双眼没焦距了。其实脑子要想运转，多巴胺分泌过剩，脑子要想运转，它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点碳水化合物的，或者说里边转化为糖分的东西。是的，哎，很多人太相信，就是让自己，比如说折磨自己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人以为睡得少、睡得多的人会胖，也是一个误会。就睡得少的人，其实反而更容易胖。像我就睡得少，我就发现我每回一睡多，我人会更瘦一点。因为你要睡眠充足的时候，你的身体才有一个足够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循环。所以马爷，你知道吧？我这个研究，刚才方舟他们说的完全靠谱。就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不是看你表面的肥瘦，美国已经有专题研究，美国有个减肥节目，你知道奖金$25万，就是三十个星期，冠军最高的一个30个星期减了59.6%的体重，等于减了60%体重啊。就是，但是呢，马上就对14个冠军进行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结果6年下来，大部分全都胖回去，毁于的只有2个保持住了成果，其中一个还是做了缩胃手术，因为他参加完比赛之后，哐一下回去70斤，最后实在 hold 不住了，就是做了这个缩胃手术才能止得住。所以这项研究就告诉我们一个词儿，叫什么呢？静止代谢率，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这是哎，这个造化呀，这个遗传呐、啊，最给我们折磨的一个玩意儿，就是说，你的身体啊，实际上是竭尽一切所能帮你恢复到你本有的体重。对。好，那么于是乎呢，你知道，如果你强行的减肥，饿着，哗一下参加比赛，这瘦了吧？瘦了之后，你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它进入节约模式。节省模式，就尽量少耗能量，这是人的本能嘛。过去远古的时候你没神儿，就少耗能量。但是发现呢，参加完比赛之后，对吧，你的这个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静止代谢率啊回不去，最多回个50%，回个60%。这样的话你等于，所以怎么叫啊，就是减肥减成的瘦子和天生的瘦子不是同一种生物。你会比他更饥饿。因为你的那个基础代谢率给调到那儿，所以就是说现在这问题就是，你看这事儿就麻烦了，就发现这几个冠军啊，
长期就处于就是饥饿状态，饥饿，然后这个忍到一个意志力崩溃的时候暴饮暴食，然后又饥饿，就几年之间，哎，这证明我对我自己的论断就是这样、啊、对对，很不容易。当你胖了，你长了40斤，你就算给减回来，它的记忆力在最高点在哪儿，它永远向最高点奔、嗯、就是弹性金属一样了、对，它有记忆力。我现在最高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减了10公斤，就减了20斤。但是您是什么招？我什么饿着，没一招。就我说过，这不叫招，不是，不不不，什么招就是这招管用。什么运动？你比如人说游泳去，你游一回回来，哇，那个饿泳那个饿死人呐，你知道吗？那要死人，你不让人吃，那不可能的。所以呢，你什么走路啊，干什么这都没用，就一定少吃。少吃，我当时的就唯一的一个招可以介绍给大家，这是我马家秘诀啊！我减了10公斤呢，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晚上啊饿得俩眼冒金星的时候，那现在关键是家里老有吃的，各种乱七八糟都能吃，不吃，吃两块咸菜完事儿，它有一点味道进去呢，哎，就觉得那您还得防高血压。高盐，我现在那时候我那个咸菜不是太咸嘛，但是它就能够让你那个饥饿感能够过去。嗯，其实饥饿感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一般就20分钟。对，对。我自己减肥的诀窍其实是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自己。我当时我就是每天吃三，虽然每天中午吃三顿，但是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可怜，就是因为觉着我明天就没得吃了，那每天都陷入对自己的同情。但是后来我减肥，我就是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吃，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有一次大概早上9点钟起床，早上9点钟让我妈给我做麻辣香锅吃，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然后吃火锅，减肥减的，吃红烧肉，就是大概这叫诀窍。中午12点之前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然后这样，而且到了晚上8点钟特别饿的时候，就会有个盼头，就想，哎，我明天早上我还能吃顿好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减肥的诀窍就是要还是要满足自己，不要陷入，哎，我太可怜了。刚才你说这个做法，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后来减肥成功吗？减肥成功，后来就瘦了30斤啊！我天哪，你怎么跟气球似的？这么一下，他的减肥这个方法就叫画饼充饥，就是这意思，我才听懂了。他是幻想着明天早上，对，总有个盼头。我有个盼头，早晨是可以多吃的。对，是、晚上一定不能多吃。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去玩也是一天胖一斤呢？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就是你跟你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我靠的是什么？比方说不吃晚饭，而且每天1个小时跑步机，6公里坡度4，好家伙，爬坡呀啊！常年的坚持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你一出去玩你也没地儿跑步了，而且那么好的晚餐怎么能放过呢？是吧？这一天一斤，一天一斤，然后就是周而复始。哎，你说这玩意儿没办法，我也是这样。我平常一天也是，我没不像你一天吃一顿吧，我一天吃两顿，但是我这两顿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素菜跟水果的。马爷，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咱干脆为什么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对，梦回唐朝，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美不美才减肥，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便，你不灵活，不舒服，你坐在那儿都觉得堆得慌。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尤其到了美国那个这个加州啊，那些都满街胖子啊，那胖子他比那个我们还一个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而且那个我有一回在美国开车，不在就美国中部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顿饭，一进那餐厅，哎呦，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那餐厅里，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你明白吗？就他走道不是走道，就是忽悠着，呼呼呼呼。然后而且30多个人吧，那一堆人没一个瘦的，全是那种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然后颤悠啊，都是那种胖子，所以。就是没300斤都不叫胖子，这个是世所公认，这真没辙。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说了呀，现在肥胖已经取代烟草，成为这个全球健康第一大威胁。就是你不是好看难看，你就是这个事儿。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挺有意思，就是过去咱们老说这个美国，这美国就是说啊，就说这个肥胖是贫困的标志，因为呢，只有劳动人民天天吃个汉堡包，那些个富人，他们有他们的海滩，有他们的休闲，有他们的健身房，而且他得维持他的橄榄色的什么什么，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但是，哎，
就说改革开放30年来，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追得多么快。就我那天看他们讲，现在咱们国家是有4600万胖人，叫肥胖，然后3亿多超重，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发现肥胖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这说明啊，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啊，这个多胖多福，连那个也改了，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着个大肚子？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是吧？没脱贫。不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那个问题，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为这个肥胖在审美上讴歌一下，讴歌一下。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就减肥这个观念是在20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你回想一下啊，哪怕是很发达的那些资本主义地区啊，20世纪中期的时候，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你比如说，你用玛丽莲梦露，你举个例子。丰满啊，你拿她的身材到今天来看，这不能叫标准身材，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但是再下来呢，是越来越瘦了，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为什么呢？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或者市场经济啊，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就是它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现在好一点了，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就是你大公司招人，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他会下意识的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就比如说同样我要招一个位置，就比如说来10个人，那首先那6个胖的都被刷下去。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有性别歧视，有种族歧视，现在还有肥胖歧视。为什么呢？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是一个不自律的人，不负责的人，不对自己负责，也不能对公司负责，不能对工作负责。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瘦就变成了一种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哎，这个你同意不同意？现在还有这么一种，你也可以说是偏见，穷人啊，就往往自制力就不如那些个精英。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你知道这个里边他，你笑什么？是说起谁来了？没有，没有。就是你看他实际上，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这个低，而是说呢，他每天忙于这个谋生啊，没错，这每天他，而且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意志力有一个补偿法则，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他们就讲意志力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都是有极限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这个，你像比如送外卖的，他这强撑着这个意志力，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这么一天呢，您说回家再来2小时跑步机，不对，他就想躺着，你就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就想喝瓶啤酒，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了，没错了。哎呀，我听见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我特别能体会。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啊，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他说啊，你比如说他开车送我到12点送我到家了，我说回去早点睡，他说睡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啊，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呀，冰箱里我拿瓶啤酒看着电视，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他就消解了。我躺在沙发上，必须有这个。他说这是我一天是最唯一的一个享受。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就是非常焦虑。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中国女性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有这个焦虑吗？有啊，有这个女人多，对啊，女人比男人多。当然，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非常痛苦。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她就很瘦嘛，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来激励自己，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减肥的骗术，说要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穿不进去就哭嘛，然后
后就每天就恨自己。对，然后每次他就这个自虐啊，他就这个抢过来穿，他说哎你看我穿比你好看，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那是什么同学？没有，那我也说那确实这个好看，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就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你这个 peer pressure 就到了一个顶点，就每天都非常痛苦。这还不是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给你带来的焦虑，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女生带来，他就比你瘦一点，比方说。对，你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就爱吃，对吧？爱美食，但是呢，有一样就是我周围的女性，我真的发现，怎么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你看吴小丽也好，歌辉也好，对吧？就是小南也好，生了孩子，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生了孩子没过俩月，完全跟以前一样。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她克服这个东西，成惯性了吧？她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的体态跟男性体态，女性更不能容忍肥胖。对，男性还可以，男性我刚才在想哈，那个西装那东西它害人，西装你胖点吧，它不显，还显得挺精神的。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西装能穿，但穿中装穿不了，中装特别怕人胖，一胖那肚子就成跟球似的。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说明就是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啊，对，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形的嘛，对吧？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女人就不能穿西装，女人必须穿裙子，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形态的要求不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我们认识一些同行，那些女主持生完孩子一个月回来，比生孩子前还瘦，瘦得多，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是多不公平。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你放心，这种公平你给许个辉他也不要。对，我知道，但是就是恰恰是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那哎，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歧视，对吧？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觉得她漂亮受吸引，这个是本能吧？那么好，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当然会，但是问题是我怎么去判断谁更有吸引力，这个框架这个想法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十八世纪的那些欧洲油画里面那些号称美女，你别说十八，一直到十九世纪西班牙戈雅画的那些什么脱衣的马哈穿衣的马哈，你看那个女的胖的就一堆肉躺在床上，然后在当年的人认为绝世美女，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吗？你不会。对，但是可见就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那也比麻杆有吸引力。这个哎，这还别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胖的历史比瘦以瘦为美的历史长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主要是保留在脑颅。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全世界啊最胖的七个国家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对，其中胖之最是瑙鲁，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都是大胖子。是，哎，人一胖瑙鲁以胖为美，这个还不这种以胖为美，其实是他们很悲惨的。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人，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不能说继承，是延续了我们社会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只不过很悲惨的是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啊。因为你知道胖，我们常常说就是马燕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啊，40多岁，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那所以你刚刚说瑙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受美国影响。你看夏威夷就知道，吃那个 spam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吃都受美国影响。高脂肪、高那高淀粉、高盐分，对吧？全吃那些玩意儿，他们吃的，他们过去的祖先那日子多难熬。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出去打鱼怎么的，然后一下子哇，就摊在那吃啊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所以我在想，很多你说中国的50后啊、60后，他们这个很胖，就是看到而且就会中年发胖，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有这个饥饿的记忆？就像我是看原来这个莫言，也是莫言老师写他想当作家，就是因为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三餐都能吃饺子，他觉得哎呀当作家就有饺子吃，那所以他现在也吃得白白胖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胖胖拿了奖之后吃得更白白胖胖是吧？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饥饿的记忆？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坦白讲，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中国人有饥饿基因，不是中国人，全世界，就人类能够在食物上不去计较。美国人是两代人，我们就是一代人，我们父辈那一代那都得熬，就是吃就放开吃，哎，没有过。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就是我在香港，因为就做家务顾不过来，就有一个请了一个菲佣，那这个菲佣呢，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做什么，他都得问我这先生想吃什么啊。后来呢就做了一个月，他就那个很纳闷儿，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先生，我觉得呢我在你们家很清闲，就是你不吃东西。对，我老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天天做鲍鱼。对，我就说我那不吃，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后来呢不好意思了是吧？对，后来他觉得很少做饭，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就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菲律宾跑到香港来，辛辛苦苦去做这个菲佣，对吧？挣点钱，我们就是希望吃，不是就想自己吃顿好的，想吃点好的。您呢还是花钱雇我的，怎么您整天吃的连我们都不如呢？不是，那还有一个问题，不吃呢？说那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你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没听出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你吃的不好，影响他吃，主人吃的越好。哎，你要炒盘青菜，人家想吃肉的，炒一盘青菜，有道理，对不对？你啥也不做，人家天天要想着来香港吃肉了。你一个大家族天天摆宴，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嘛，你吃不光嘛。你这青菜他只能吃汤了，两天不吃饭，第三天找一素菜。那个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吗？人家去劳工署告你虐待是吧？没错，人费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是吧？整天吃草啊。但是我就是说啊，这个你看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容易像文道说的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就是说其实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你就比如说所谓富贵人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那的确他的那种自制力啊，其实是表现在啊，他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有权利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对，他们都说了，您这当老板的，您说什么时候开会是您什么时候开会，我们这个打工的，我躺在床上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邦邦我就去我的什么计划，对吧？而且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连意志力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我到这个巴厘岛就去旅游，碰见那个讲华语的那个导游，他得给我讲一个你也是没想到的。他说我们导游不能跟导游结婚，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在巴厘岛至少是这样。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一般都在旅游旺季离婚。我说为什么呢？太忙了。他说你看，他说我们白天你这游客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吵照我们这个没鼻子没眼就骂，我们都得笑脸相迎，咔咔咔，夫妻俩都是这样带了一天团。你知道晚上回家，就是说意志力也是个生理资源，有极限的。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晚上一回家呀，他说没来由的两口子往往就是谁先来，哐来就开始了，就是 hold 不住的就要吵架打架，完全忍不住发泄，就真正发泄。所以往往一到旅游旺季，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你就可以想见，你用到这个减肥，他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去分配时间。还有一点也很惨，就做服务业的人啊，今天的这种管理啊，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叫情绪管理。你今天我们常常看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但你仔细想想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情绪管理这个东西通常用来教导的就是做服务业的人，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一个餐厅里面的一个服务生，你看到客人你要笑，你要礼貌，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光是口说欢迎光临，你心里要真觉得太欢迎您光临，让你整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感受，让对方知道。然后如果对方有什么不高兴折磨你或者说骂你，然后你要忍气吞声。为什么？因为你这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你想想看，现在这种管理要求，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他在管理那里的灵魂，他在要求把一个人彻底从灵魂深处来改造。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市场经济很残酷的一点，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连自己情绪本来我觉得是我们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里面的七情六欲是我很个人的，这个老板怎么样跟我这个无关，但现在我连这个都要交出去，要被你管理。你甚至就是你看那个很多公司啊，尤其是很多互联网企业啊，那个我到他们那儿参观呢、啊、那个柱子上都贴着你有没有像狼一样，我说这是动物园吗？狼性文化，对吧？狼性文化，什么狼性团队，好假的，好好，甚至就是在大门口，公司大门口都要那个吼咆哮的，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这样哗就出去了，传销竟这样。对，文道说了一个这个很深的一个人类行为，这个行为呢就是说限制自己嘛。这个行为最可怕的你知道在什么人身上最重吗？拿高工资的人身上最重。嗯，因为拿高工资的人呢，他会为这份高工资委曲求全。嗯，我碰到过很多拿高工资的人。所谓拿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人的就值10000块钱，但是他找了一份拿20000块钱的工作，这时候他所有的委屈能吞。如果他值10000块钱，他要拿了8000块钱哈、啊，你敢呲儿他，你客人敢一点不好，他当场就炸了。但是呢，他突然拿20000，有10000块钱拿着他啊，就是他拿了高工资，这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委屈自己，因为他不委屈不行啊，所以就这种高收入呢，抑制了很多白领。嗯。我见过很多白领苦闷呐。可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领，这也跟减肥相关，他即使拿着这个高工资，他都不能活得很有尊严，甚至都不能吃得很有尊严。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上班族啊，我们不说这个中低层收入的城市的人，他们即使是在写字楼里面，你看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午餐，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大的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其实吃东西的地方就那么几家。然后呢也不可能是太贵的，所以大部分人他都是在这个711排队，那最后你到晚了，反正排到你什么都是不好吃的，然后这个重油的，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吃那下午还这个有点零食在办公室吃，所以他不可能不胖。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什么所谓的这个不是有钱人，就是不是有钱人就减不了肥。我觉得还是客观条件限制，他没有办法吃得很有尊严。即使月收入20000，他都没有办法解决短，就是一个小小的午餐能够吃得好的问题。但我觉得方总他们还算比较好，幸运，已经算幸运的了，也不算比较好的。我跟你说啊，这个谁都有谁的一本难念的经，真的。你就是不说劳动人民辛苦，我跟你说，所谓这些白领，甚至这些高层，你知道他有一种什么啊？其实就说这个收入越高。交际的圈子越高，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越有身份，某种程度上讲呢，对自己要求也就多。你知道有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总，咱们知道有那个过劳死的，死在跑步机上的，你就理解那种心理吗？我就想起有一次宋丹丹就说，他说我们演员怎么能胖呢？你怕胖你就没有职业道德的，对吧？你一定要维持体型。他说我就跟我家人说呀，你晚上12点回家怎么了？晚上12点回家你也能走跑步机，为什么不锻炼？但是我就由此想到，恰恰你知道有的这个比如说公司里的这个老总，